你看，你看这个鱼子酱吃法，放在手背上，你看嘛。哎呦，你好冷干哦，要睡着了。哦，好享受。他刚才落了半小半块窝头。哎呀，吃的也很好，哈哈。你咋个把那个叶子跟着吃进去了呢？哇，他并没有睁眼，他并没有睁眼，刚才睁了一下。你听到他在吧唧嘴？对呀。咦，好好看我哦，你好乖哟。现在要回味一下窝窝头的美味。你看那个手手真的好乖，手手放在桌子上，花花，我的天哪！好可爱，我的天哪！乖乖，哎呦，好乖好乖好乖，哎呦，我太想问你怎么不走，你怎么不走，好乖。今天张老师没来了，我就整住了，没鼓眼睛，鼓了又疼了，哈哈。好平啊，他的肚子。